代志看大先生。啊，阿爸，今仔无在阮家分面了。啊，着上病院啊。我也无钱啊，要安怎？啊，你的囡仔嘞？囡仔无得了啦，走路这远是要安怎啦？啊，你是有啥物好办法无啦？有是有啦，那是讲哦，唔知好啊唔好啊。啊，你也无讲，你哪知好啊唔好？我也是在想讲哦，咱家的人哦，哪会遐尼惊去病院的啦？啊，就是因为哦，要去病院哦。路途上远啦，啊！你讲要坐迄公车哦，安尼哭哭哭到地都规半步啊哩。啊，若要坐迄轻车哦，伊阁伤贵啊。结果哦，小病无好哦，要变大病。大病哦，都压袂好，人都往生去啊。所以哦，咱来甲关一台车哦，互迄租一病哦，做交通车。啊，会当哦，走咱这大病哦。甲大拿这路段这所在，啊，咱哦，若要来看病哦，安尼都唔免担心啊咧。老，你讲的对唔对？你安尼讲嘛是有理啊。啊，不过哦，买一台车爱遮侪钱的呢。啊，咱也无遐侪钱啊。对哦，买一台车爱用袂少钱哦。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无安尼啦。咱来去问看吼，要安怎管车？哦，啊，然后再去探听车一台偌济钱，啊，再顺便甲囡仔讲一声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安尼好啦，啊，无就怎啊安尼啦？吼，阿公阿嬤，你是来看车的？是要买后囝，还是要买后孙？不是啦，阮是要买一台交通车啦。交通车哦，敢是游览车迄种？无啦，无啦，迄买袂起啦，遐大台一丢。阮是要买较细台啊。细台哦，敢是家人坐迄种？阿公阿嬤，来来，我甲你介绍这种，来来。阿公阿嬤，我介绍这行车，你看下咧，这个目睭呢足大个吼，你也来这看下一下哦。这车，这车小公。哎，老。不好啦！人红水好大班，人又不好。不好不好。红衫外水。哎，再搁一台，这台嘛袂歹啊。这嘛不好啦，也伤旧啦。哎呦，啊红的你也嫌，啊这青的你也嫌，啊无你是啥物较好？搁一台啦。这台哦，这台又又较浅色啊。这台嘛不好啦，不好啦。你台台你那拢不好啦。不好啦。你来看。啊，这嘛一台呢，一台礼拜看未看？咱礼拜来甲看一下。这色好看哦，吼。哦，不顶哦。到位，老你也看，哎，两只目睭搁较大绿哦。对哦，哦，这大绿哦。哦，搁顶顶哦。哇，你看，这大地，你看。鱼仔大队啦，安尼看得较清楚啦。你来看，人这车哦，有一个车头安尼哦，较安全哩。较安全。看。哇，这长条，车身这长条。内底吼，真好势呢，安排哦，一定坐好真舒适的。喂，阿公阿嬷，啊，你伫我车边啊是，是咧创啊哈？啥物意思？我无啥物意思啊，只是讲恁的动作安尼吼，亲像。亲像啥？亲像要偷干车是哦。
阮食到这么老，也着搁偷牵车，莫来胡白讲啦。啊，我也无讲啥，我只不甲你问尔。啊，有啥物通我问？阮是伫研究车，想要买新车啦。啊，你也要看新车，你车通看啦。我这旧车也无啥物好看的啊。老的，喂，你买一台车吼，要七八十万呢。咱钱也无够啊！哎呦，钱无够，哪有啥物关系啦？人伊遐也无一定讲叫你着爱捐偌济钱啊，爱有迄个心哦，迄上重要啦。啊，安尼咱是要安怎甲人讲？啊，你袂晓甲讲，咱要捐钱买交通车，看会当走哦大陂啊，甲这大拿这条路袂啊呢？对吼，卡输哪会当走这条路吼？安尼，咱大陂的人吼，后摆若破病，连要搁走到北港去啊！对啊！啊，然后这个交通车吼，确实真方便。对，安尼好啦吼。哎，那可能有钱，有一个人吼。无，咱来问看嘛，来讲。咱借问下吼。嘿，阿公阿妈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无啦。阮人阿某想讲吼，要捐钱啦。哦，要来捐钱哦。安尼到迄边迄大林的慈济公修厝遐，遐有师姐领导三工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多谢多谢哦。买。好，等来。等一下，这些我们出去的时候再带给大家。哦，好，好。是啊，谢谢。啊，正好你搁看，看过一下，我再去咱地角底啊看嘛一下，讲游览车要来哩。好好，谢谢啊，感恩。哎，这位师姐，老的，人伊这就是朱姐哩。哎，这位师姐，咱借问下吼。在租借公司是在做。哇，是靠竞争的。应该哦。那是在去公款。哦，安尼对啊。你坐稳来好不？好，坐下坐下。明月师姐。哎，师姐。师姐，什么事啊？阿公跟阿嬷吼，我想要捐这个善款啦，啊，我想甲带来找你好啦。阿公阿嬷。有啥物代志，我会当替恁办呢？借问下吼，恁这是租借无唔对啦吼？是啊，你看有遮尼侪师兄师姐，拢伫遮为阮大拿租借便宜的企业代志咧无用，遮都是阮租借吼，伫个大拿的供销处啦。哦。哎，阿公阿妈，阮来内底坐啦。多谢多谢。哎，无明的师姐，阿公阿妈才坐，啊，我来去咱病院工地遐，阁无用安尼啊，哈，谢谢你啊，哈，谢谢，来，请坐。对。多谢。是安尼啦，阮阿母是住咧这个婚姻的大陂啦，啊，以前阮遐的人哦，若破病哦，哦，拢会走到北港去够远的啦，啊，即摆看到恁在遮哦，去做大间的这病院吼。以后阮若要看病哦，就免走啊远啊啦。是啊，这嘛是阮上林吼，是安怎要去病院的原因啦。哦，阮看到恁啊住遮去做大间的这个病院吼，啊，阮拢真欢喜啦。啊，是讲伫阮遐要到遮吼，嘛无方便咧。阮老母咧想讲吼，要捐钱吼，啊，买一台车，当作做这个交通车啦。啊，专门走这个大陂甲大拿这条路线。啊！以后阮遐人，若我要看病，就免烦恼啊。阿公阿妈，恁想要捐钱买交通车，阮做感恩的。啊，是讲吼，恁是因为啥物动机，才想讲用这种方法？哦。啊，阮哦，就是捌听咱这正言法师吼，嘿，伫讲迄录音带啦。啊，人伊讲哦，以前哦，
有啊，三十几位的这个富人人吼，啊，一天讲欠五工吼，安尼积少成多吼，安尼去做善事啦。啊，阮想讲要甲师傅学啦。安尼哦，是讲阿公阿妈，恁准备吼要捐偌济钱？阮阿母加加算算的吼，差不多有四十万啦。遐多哦？请问阿公阿妈？你是咧食啥物头路？一个月通赚偌济？阮阿公吼，每工哦，洗肠啊，啊，甲经肠啊。嗯，安尼，恁一工会当赚偌济钱啊？是安尼啦，百外块尔啦。啊，若较好时阵哦，两三百块也有啊。啊，歹哦，会加啊七八十块，加减啊赚啊。啊，阿公、阿妈，恁要捐遐尼济钱，家己敢有准？阮无剩啦，啊，不过无要紧啊，阮两阿婆会用拍拼，搁赚有啊。那呢，恁要捐钱的代志，恁厝内底的人敢知影？比如讲，恁的事实啊。我遐事实啊，拢无问题啦。哦，安尼就好啦。迄交通车路线的问题吼，爱等规划以后，才会当确定啦。比如讲，是逐天开，还是一礼拜开几班啦？一切拢个便宜安排就好啦。啊，不过吼，阿公，阿公有啥物问题先？是安尼啦，阮吼要捐的这款吼，无法度讲即马就提出来啦。啊，得过差不多两个月吼，有一卡虾啊吼，啊收买虾啊才有法度啦。阿妈、阿公，迄无要紧啦，只要恁有迄个心吼，不管你要捐偌济，或者是讲。恁要当时关，迄拢无要紧呐。啊，安尼阮知啊，知知。阿婆，阮来等吼。等伊啊。阿公阿妈，恁是安怎来？阮阿母骑倒摆啊。遐搞哦，安尼阿公你都要骑较慢的哦。真惊嘞。阿公啊，爱骑较慢的哦，说你呢。我家妈在丢下丢下，阿妈孙家嘞，谢谢谢谢，我们来也袂困了，啊！你哪困得起啊？你厝内底哦，囥这尼正侪钱哦，你袂惊，我会惊呢。我哪会袂惊？我这世人哦，是头一摆摕遮侪钱的啦。你无看我嘛是困袂去，干那一暗尔啦。过几点钟久哦，念要天光啊！哎呦，明仔载哦，咱若家姐哦，才款赶出去哦，咱就安心啊。嗯，好困啊，好困啊。哎呀，你别，你莫管我，你去困啊。困啦。啊，甲你讲，你就莫管我，你。好好，无我来困。啊，你等下嘛爱困呢？伊若要困，我家己会去困。再来困哦。师姐。阿公阿嬷，来面请啦。谢世伯他们这对老夫妇还真有意思，家里从来没有放过这么多钱，害得他们老两口是彻夜难眠。总算盼到了天亮，夫妇俩来到了大林共修处，将自己毕生的积蓄
亲手交给明月师姐，这才算是放心了，也终于完成了他们老两口的心愿。谢英文阿伯哦，真正足爱心的，翁仔某辛辛苦苦赚的钱，一直欠，十块五块一直欠，欠到四十万，听到病院起好，无交通车要安怎？哎，师姑，后来车子买了吗？四十万，安尼买一台无够要安怎？才会下工，啊，甲才会输赢输债。就讲哦，人迄老岁仔人，都遐尼趁咧钱遐艰苦，都遐爱心啊，有材料捐四十万，啊，咱来遮嘛加减来捐，话一千一万五百嘛有人来捐，大家拢种爱心共同捐出来，捐甲吼超过安尼，变成买两台安尼，你敢知？买两台？啊，买两台，搁有剩呢。啊！要遐剩的钱要叫阿伯摕转，迄阿伯讲啊呐，谢英文讲啦，嘿，我无爱喏，我捐出去吼，就是要予爸用，我毋阁摕转啊，看伊要阁用啥，阁摕落去用嘛无要紧，安尼有发生无？你啊看，足欢喜。谢世伯真是了不起，存了一辈子的积蓄，竟然一分也不留。虽然不够买一部车，但在医院的志工和医疗护理人员的响应下，居然还买了两辆车，这真是如上人所说的愿大力就大。阿嬷听讲真欢喜哦，敢若像在走卡拉 OK 嘞，拢无心理负担。嘿啊，对啦，以后若无代志吼，咱就来这后领去好坐，搁有歌好唱。欢喜就好，行，我即马带恁来坐车，哈。慢些啦，小等一下啦，搁坐一下，搁小听一下啦。对啦，搁听一下啦。哦，好啊好，啊无搁听一下，哈。记得明月师姐曾经跟我说过，医院里每天都有许多真实的故事发生，就像每天在上演着不同脚本的人生戏剧。在这些真实的故事当中，有悲伤，有欢乐，有感动，有医护人员的辛劳，也有志工们的辛酸，更有令他们心生感恩的法喜。这里的一切就像是一本人生的百科全书，时时刻刻在教导着我们，指引着我们。就才拄仔的代志啊！哎，巷仔内底，谁知伊安尼挖出来？警察，唔知呢？六七十岁是啊。洪素珠小姐。吴碧珠小姐。阿伯啊，阿医生安那甲恁讲啊？阿对。哎，伊袂晓讲啊，我讲听啦。医生讲伊啥物眼压管，眼压敢是目睭？对啊，我前到今嘛听人讲血压管尔，啥物后迄个眼压管变少诶。哦，姐嘛，咱人目睭吼本来就有眼压，迄眼压若伤悬吼，会着青光眼诶。啊，对啦，医生讲伊青光眼，搁啥物白内障，讲爱开刀，爱用虾诶。吼、哦，迄是雷射手术啦。啊，对啦，我有那阵有听即句啦，讲啥物用虾诶。哎，手术都唔免动刀哦。哎，射了到底，目睭唔让我烫过。哦，舅嘛，目睭未烫过啦，迄目睭哪会烫过？啊，医生到底是安怎甲恁讲的？
啊，医生就交代讲下礼拜三爱来，讲要甲写啦。啊，我都无咧讲过一个好好人传来底互写。是安尼啦，好笑嘛！你误会医生的意思啦。即马甲你讲啊，这你嘛听无？无咱即马先来提药啊，后礼拜吼，我再陪你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药到啊。这里的感觉果然不同。其实很多人都说医院是个伤感的地方，但是在这里却多了一份欢乐与温馨。怪不得有这么多的阿公阿嬷都愿意来这里，一方面是这里的医务人员会亲切地照顾他们身体的健康，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高歌一曲的愿望。我说，你爸爸在找你呢。哦，各位孙兄、侄子，是的吼，我一寡代志要先等去病房，我等下再来。是的，是的。各位菩萨，咱介绍吼。啊，无爱住下啦。阿伯，您不要这样子啦，啊，有话好好讲啦。啊，食药啊啦，好不好？药啊，无爱食啦，药啊。你叫阮后生来啦，办出院啦，不爱住啦。哎呦，阿伯，你要办出院，也要等身体好嘛，对不对？我听你咧讲的，我入面有几若遍啊，我不爱住就不爱住啦。你来安尼啦。阿健啊，你来上好。阿爸。阿囝，你阿办出院，我无爱住院啊。阿爸，你莫安尼啦。啥子样啦？无你的代志啦。阿爸，你莫安尼啦。回来啦。我拜托你较冷静啊，好无啦？阿爸，我拜托你啦，拜托啦。就算你无爱住院，我嘛爱请医生来甲你看一下，看你即摆情形是安怎。搁再讲，这是病院呢，出院是爱办手术的。啊！你嘛等我把手续办好了，咱才会当来走啊。对啦，吼、哦，你莫遐大声，迄护士小姐拢互你惊着走去安尼。嘿啦，爸，别生气啦吼，来啦，放轻松，放轻松吼。好啦好啦，别生气。是啊，吴伟雄，平常看你嘻嘻哈哈的，这会儿怎么哭了？该不会是被人欺负了吧？你伤心在惹祸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被王先生修理了？也没有了，我只是觉得，为什么他们这些病人都不懂得自己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又不听医师的建议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对待病人嘛，要有耐心，要视病如亲啊。阿长，我有视病如亲啊，我都把阿北当成像自己爸爸一样在照顾。可是哦，他只要发起飙来，那还不是谁都一样倒霉。好啦，你别再抱怨了。身为护理人员呐、啊，就是要发挥最大的爱心跟耐心，能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气就对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只是随便念念而已嘛。谁啊？你们是在念谁啊？嗯？还会有谁呢？我就知道是你，你要念谁啊？还有谁啊？不就是我们那个王老爸吗？哦，没关系啊，我待会要去看他，要不要我替你上诉啊？嗯？当然要喽。好了，你别再火上加油了。是阿长。开开玩笑嘛！对不起了，阿长，是我不好了。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去工作了。是阿长。好了，阿长，那我要去病房了。要不我陪你去？不用了，那王先生啊，我自己跟他沟通就可以了。
温先生，你唔能够受气啊，哈。嘿，我连刚才过来给你看，嘿。主姐，多谢你哦。多谢多谢。免客气哈。阿爸，你想要食啥物件？我出来给你买啦。啊，这医生要不来巡房的啊？咱医生来，咱去讲啦。你要吃啥，咱去决定啊。无要紧啦，你就甲我讲你要吃啥物件。等下我出来买的时阵哦，我就顺手来找医生就好啊。李叔，哎，哎，阿伯，啊，安怎？有较好无？哎，你看也无什么感觉啊。人家讲哦，这个病哪安尼，唔知当时会好呢。阿伯啊，我咧讲啦，你个病吼是糖尿病。你敢无听人讲，糖尿病吼就是一种富贵病啊，爱保养甲治疗，同齐来甲你做。尤其这款病吼，那是中期的时阵啊，会出现一寡并发症，对你身躯影吼是真唔好呢。阿哥，你即马放心啦，我已经用白蛋白啊，甲你控制。用药物来甲你治疗啊！上重要的吼，就是你爱甲俺较配合一下，照时间落去食药啊，安尼病才较紧好起来。啊，佮有吼，你心情啊，爱放安尼较轻松一下啦，莫卡袂着吼，气性落地，俺才袂影响到你的病啊。我即摆来甲你讲，你敢知我意思？了解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其实吼。林老师嘛袂歹啊啦，伊嘛是学中医的啊，三五时啊，你嘛加减听伊的意见。啊，搁有啦，我听讲哦，林老师因为你破病哦，啊，煞放弃澳洲的学业，啊，都倒来甲你照顾，对你遮尔友好着。阿伯啊，即个后生无伫找啊啦。啊，我本来哦，嘛叫伊讲莫倒来啊，我哪会知讲伊会倒来甲我照顾咧？确实袂歹啦。我这个后生哦，有这样的好心哦，嘿，真无简单呢。好啦，小学妹，别再闷啦，我都已经请你吃饭了，还不行吗？都是你的，我本来就不想来这里的，就是你在那边催催催。好了吧，踢到铁板了吧？其实你也不要怨我，你从学校毕了业，就算不到大林医院来服务，你还是要到别的医院去服务的。你再怎么样换不同的工作，你都会碰到这种情形，除非你改行做护理工作。说的也是啦，别想这么多啦。平常有空的时候呢，多听听上人的开示，这样你就会快乐很多。其实想一想，我来大林已经快三个月了嘛，也只有这位王北北比较难沟通一点，其他的也都还好啦。所以咯，你也就不要再怨东怨西的了。其实我告诉你啊，对待病人可是有学问的。是，拜托，赶快教我两招。这个嘛，哎呦，你不要这个那个啦，这样子好，我等一下请你喝咖啡怎么样？这还差不多。嗯，来这头。对待病人啊，没有真正的太大学问啦，就是呢，你要打开你的心房，接纳他们。像是比如说年纪比较大一点的，你要叫他阿公阿嬷；那年纪比较稍微轻一点的呢，你就要叫他阿伯阿母。那再年轻一点点的呢？啊，叫他大哥哥大姐姐啊！再年轻一点的呢，就他小弟弟小妹妹，对不对？你都知道了嘛？拜托，这大家都知道了。我是说有没有别的？没了。哎呦，你这样不是跟没说一样？哎，你不要看起来很简单呢，其实啊，说的容易，做的难呢。你要知道，这是要发心发愿的呀，不是这么容易的。你不要讲说我讲的没有道理，其实啊，只要换一种心情，换一种角度，事情会有很大的改变的。你在干嘛？对，学姐，我很认同这句话。哦，学姐，
你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呢，我一定要跟你说一声，感恩他。你在说什么呀你？哎呦，学姐，你刚刚讲啊，换一种角度，换一种心情去对待病人的话，就会有很大的改变。哦，这句话很有道理哦。像我刚刚就突然想到，其实呢，这个王北北啊，也不是那么恐怖啦。那如果我换一种心情去看的话，哎，他其实还蛮可爱的嘞。我觉得在这里做志工的师姐还真是不简单，除了要有一颗无限大的爱心之外，还要会唱很多很多歌，才能带着这些看诊的民众一起欢乐。没有，我昨天来挂了，好吧？好了，这样好了。挂胸腔内科，胸腔内科，嗯，我才来挂了。好，阿妈，拄这才去挂号，你也照顾你呢。哦，好，阿妈这里啊，嘿，好，谢谢师姐，谢谢，小心。哎，王丽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早上下来的。这次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每次我来都要麻烦你占用你的时间。没有关系，我刚好有时间就给你占用吧。琴声优美吧，明月师姐，您真是太专业了。没啦。拍谁呢？其实明月师姐的歌声很好听。好啦，言归正传，有什么我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说。谢谢师姐。你知道那个年轻人的故事吗？他，你真的要写他？是啊，他叫王本庆，待在这个医院前前后后加起来应该有半年了吧。半年啊？那他得的是什么病？不是他啦，是他爸爸，他爸爸住在医院里面需要洗肾，他为了照顾爸爸，所以住在这边呢。你知道吗？他可是个孝子哦。阿爸，你别再那样生气啦。医生有特别交代啊，伊讲吼，你得保持快乐的心情，安尼对你的病哦才有帮助啦。你听伊咧讲诶。你去叫来倒看卖啊，看心情会好未？阿爸，你莫这么生气啦，医生安尼做，完全拢是为你好啊。哎，你即摆要唔是医生诶呢？你替医生讲话哦。佮来讲，你是有中医的，啊，人是西医，无相款。阿爸，恁爹啦。其实，中医佮西医嘛是有相共的所在啊。你捌啥？你点点啦。等你若毕业的时喏，再等来跟我讲啊。好啦，无我莫讲就是啊，爸，你莫生气啊啦吼。他呀，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。听说他爸爸是因为糖尿病所引起的并发症，已经进出我们慈济医院好几次了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爸爸的情绪呢变得比较焦躁。时常会莫名其妙地对他发一些脾气，让他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所以他就会呢来到大厅
谈谈起因，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，比较好过一点。依恩师姐，那王本清是怎么开始在这里弹琴的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厅里面弹琴，我突然间发现他就站在旁边看。后来我弹完一首以后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想不想来唱一首歌啊？”我记得啊，那天我们正好呢在大厅里面做团康，我在大厅弹琴，有好多的阿公阿嬷呢，还有一些看诊的民众啊，跟大家一起在唱歌，每一个人啊都唱得蛮开心的哦。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，他就站在一边呢看着我们大家唱歌。我想也许是因为他爸爸又跟他发脾气了吧。他站在那边啊，好像站得蛮久的，而且我感觉呢他的神色啊还蛮忧郁的。一直到啊我们唱完了一首歌，我发现了他，于是啊我就问他说：“嗨，你要不要来唱一首歌啊？”嘿，真好听呢！年轻人，你要不要来唱一首？没关系啦，大家都可以唱的。师姐，请问我可以弹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欢迎，来，换你来坐。谢师姐。咱今嘛大家来唱《爱拼才赢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记得很清楚哎，我问他呢，要不要来一起唱歌？结果他却跟我说：“我可不可以弹琴啊？”我当然说可以啦。于是我就顺口邀请大家来唱呢《爱拼才赢》，这啊可是他在大林医院的处女秀哦，他弹的还真不错呢。于是呢我就带着大家唱这首歌，我觉得他一定学过琴，他真的弹得很棒哦。我还邀请他没事呢可以常常来大厅弹琴啊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父亲呢住在我们慈济的大林医院，所以他放弃了学业，就在医院里面陪伴着他的爸爸。赞赞赞，弹得不错呢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弹了。很久没有弹，弹得这么好啊！以后可以常过来弹啊。谢师姐。你是病患的家属啊？是啊，我爸住在七楼的病房。是什么病情？我爸是糖尿病的并发，肾也有问题，这次住院已经是第四次了。那他现在身体状况还好吧？还好。那就好。明月师姐，现在有空吗？好，你继续谈吧。你看，大家都还在那听呢。谢师姐，我要谢谢你啦。别客气。大家尽量唱吼，看要唱什么歌，快点哦。好，那咱过来唱一条平静，好吧？我叫黄明月，在社福室，有事可以过来找我啊。给你加药哦。啊，是要搁加什么药啊啦？迄止感冒，啊，可能吃加药啊，遐加药啊，啊，这有效无效啊？唔知影。阿伯，
医生开的药当然是有效的喽，但是啊，就是要慢慢来啦，哈。啊，是要慢偌久啦？啊，欸、我这不是什么感情呢，安尼拖落去哦，无病变变有病啦。阿伯，你莫乌白想啦，哈。我跟你讲啦，医生啊，一定都是会为病人好的嘛。可是呢，就是有一些病人呢、啊，他也不听医师的话，然后也不按时吃药，这样子病怎么会好？然后还要怪医生。哎、欸，你是咧讲我哦？无啦无啦，阿伯我哪会啦？我跟你讲啦，你只要药按时吃吼，病哦就会较紧好啦，吼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即马吼拢无意见啦，啊照恁的意思啦，啊看什么时阵哦。到底我也敢较紧出院啦，阿伯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、嗯？只要你按时吃药，就可以很快出院了啦，哈、嗯。来，这是今天的药，在这边哈。哦，要吃哦。好啦。我给你坑家啦哈、哦。啊，大人不能骗小孩哦。知啦，就是不用做你啦。好啦好啦，爱记哦。我回来喽，阿长阿长，吴万雄回来哎，怎么样，万雄，战果如何？你不会看我的表情吗？难怪你叫啪啪熊。好了，不要再闹了，吴伟雄，赶快报告情况。是阿长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这个王贝贝啊，已经完全被我搞定喽，他绝对会按照我们的意思，按时吃药，按时打针了。阿长，他真的可以很快出院吗？照这个情况来看呢、啊，如果他要配合我们的医疗的话，大概两个多礼拜就可以出院。哦，那就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干嘛啊你？不是啦，我跟王贝贝夸下海口，他只要按照医师指示吃药打针的话，包准他很快出院。那要是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哇、哦，他一发起脾气来哦，我肯定很惨。兄，恭喜你哦！那个阿伯在按铃了，快去啊！抱歉，抱歉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回来就太好了。请问是什么事情呢、啊？那个，你爸爸在找你了。